哎，大家好，我是 Simon。 今天去参加开发商 Green Park 的一个新盘发布会啊，但是这个新盘发布会有一点点特别，那么今天我们是如何带大家走起。好了，今天就到了 Green Park 的这个新盘项目发布的会的现场啊，身后的这个塔吊将就是今天中午发布会的这个最重头戏，就是我们将会被吊到一个150尺的高空，然后进行一个午餐的，非常有创意啊！现在这个每个新盘项目都会有不同的一些的推广的策略，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体验一把吧。Talking about. Well, it is my pleasure to introduce CEO of First Realty Group. It's the beginning of our experience. We're going to get everybody to stand on up and assemble over there in the stanchioned off area. Ryan will be taking you in.最后一次来检查以后，我们现在准备差不多要上。We're gonna count it down. Count with me from five, okay?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Here we go. Okay, 现在平台正在缓慢的向上升啊，我们现在看着身后的景色，因为旁边没有太多的高楼，所以整个 Milton 的其实景色的 view 会非常好。这个平台的系统还是挺全面的，上面有音箱啊，然后还有一个加热的，就是 in case 冬天如果太冷了，在户外的话呢，通过这个加热的，可以非常舒服的坐在这个平台上面就餐。那 Milton 正对面的方向的风景呢，就是一个省立公园，非常漂亮，秋天可以去走跳啊，然后非常大的一片森林。那在我身后的呢，就是Lions Park， 这个乐多足球场啊，经常会有这个大型运动会呢，都会在后面。在 Milton 的后面，我背后远方的这个白色的这个建筑物，就是这个多伦多的 Premium Outlet， 大家非常多的品牌啊，可以去购物，非常方便。然后旁边呢有这个 Docking Station， 然后连接4.1啊，其实比较方便。这个就是今天中午的午餐呢、一个小小的汉堡，还有两个虾和一片 cookie。今天这个新盘发布会呢，确实有点特别啊。它这英文叫做 Sky Lift Experience， 整个就是一个高空就餐的一个体验啊，非常的特别，从来没有在这么高的地方悬空呢吃一顿饭。如果胆子小的，确实的可能脚都会发软。开发商呢也是下血本了，整个这个体验啊，平均每一个人的消费，大家猜不到多少钱，总是有1000多块钱加币的。他们总共为此支付了超过了50万加元的广告费。好的，感谢收看 Simon 今天视频 Vlog， 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在多伦多，在北美这种买新房开发商怎么样做推广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推广会啊。好的，那么以后我们再聊，好，拜拜。